弟弟，哎，小峰姐呢？她回家了。回家了？对啊，放假了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五一节他们放假回家了。哦，这个是新的吗？对啊，好看吧？啊，但是我不想要小米猪了。哦，对了，有一只新的，我妈刚淘回来的。大点位的有没有？对。哦，真好真好。打气的。哇，真好，这个是淡水的吧？对。哇，但这个工艺很好哎，你给我个盘子我看一下。好，我说小米猪的话拿来送妈妈，我觉得一点都不适合。妈妈的话需要大点位会更好看。我们上一次卖的那种小米猪卖了超级多，30条40多条，一手的话全部打包走完掉了。小凤姐不在家的话，干嘛？你不要欺负我，我一个人。不会欺负你，你放心好了。这不是母亲节要到了吗？对啊。哇塞，你这个淡水的品质这么好。对啊，你看它光多强。天哪，放一点白光的，你看闪闪发亮。它不是那种暖光，它是那种雪白的。哦，对啊。哇，这个颜色可以哎。我觉得这个点位的话送妈妈送婆婆真的非常合适。像我妈妈的话，她就不喜欢这种小米猪，她就喜欢点位大的。这种小米猪的话就是稍微年轻一丢丢的小姐姐，就是说都会很喜欢这种小米猪。但是妈妈的话不建议啊，送这个太秀气了。但是这个叠带跟这个叠带很好看，超好看。两个一起。但是的话，你拿来送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要选这种大点位的比较合适。你这个就值这么一点吗？对啊，这新到的，刚到的新货。不够啊。就这些啦，没了。什么价钱呢？这个要1500。1500。对。没，这个淡水也不便宜哦。现在涨价涨得非常厉害了，你也知道对吧？这里肯定不够，母亲节拿回去肯定炸，肯定不够。到时候你再帮我补一下，但是必须要求这样的品质。我量拿的多，你给我价格给我少一点。他这一批的话，姐姐们，他虽然是淡水的，但是的话，这个的话是全部都是那种强光的，品质非常好。这种颜色真的是我很喜欢，这种雪白色的很漂亮。你看着打吧，打多少钱？我全部拿，我还到时候肯定不够，你还帮我补一点。那你打包掉的话，我就给你1200。我还可以还价吗？不可以啦，我们给的价已经很低低的了。珍珠咱们只做纯天然的，像他们家的珍珠的话，品质也是非常好的。像这些，虽然量不多啊，但是的话条条都是精品。这样子吧，弟弟，老板娘在的话，肯定不会给我这个价格，你相信我。哎呦，这是新到的啊！他在，他肯定不会给我这个价格，不要这外快，咱俩就好朋友的价钱，给我一个。这样子吧，我算600一条。不行啊，怎么可能啊？600，静静园的，可以啦，差不多啦，可以拿去 DIY 手串啊，超好看，可以啦。那你要这样说，我觉得要比我二姨更会做人。你说，全部打包，800，最低800。但是最低，我就最高给你600块钱。不行，800最低了，没办法了，800，你要不就还给我。我还给你干嘛？我给你买货嘛。800，600是不是？啊？600是。我还在说，你再帮我弄100条，我母亲节拿回去放喽。你给我600，那我怎么拿呀？格子证书啥你都不需要配，我自己配，行不行？600一条，我打包。800最低了。600。800啊。600，100条。100条，你打电话给他讲一下。但是每一条的品质必须要达到这么好的猪工，真的，我就要这样的品质。如果品质达不到我的要求，我肯定是不要的。你放心。行吗？我就先拿这一点是可以的，这一批是可以的。但是像有一些颜色不怎么好的啊，你看看像这种我都不要的，你知道的啊，看到没有？这里这几条我不要，但是我要求的就是必须要品质是要在我的线里面的啊。但是800是最低了。不行啊，就那个价了。姐姐不行，800最低了啊。24680312，这里有15条，你到时候。签我85条，行吗？真的不行。你又哪里100条？你还跟我说不行？你就那个价格，你还咬得那么死，行吗？不行，现在拿货拿不到啊，这价格。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800已经是给你。600，600，600，600乘以100条，60000啦，可以了。60000都拿不到啊，100条不行，都拿不到啊。等一下，再去。你跟你二姨讲，你说有客户来了。真的不行。就这样了，600。我就要挨骂了。就这样了，就这样了。我把钱一起转给你，我先给你转这几条的钱，然后你那个货到了以后，你要先给我挑，你拿100条过来我挑，我一定要挑品质在线的，那个品质不好的我肯定是不要的。我先给你转一半的钱，我转一半的钱给你，发个消息给我。
就这样啦，哎呀，你还不行不行的，来吧，快点，我给你转，直接转给你二姨。哎，这个小伙子人挺好的啊，我不收钱，你给我二姨说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你不要把锅甩给他，我给他的话，这个价格他肯定不出的。我先转给你吧，我转给你，你别让我转给你二姨，你二姨等下打电话骂我。那我要挨骂。可以，那你给他说不是我买的。不是你买的，更加呀，都是因为你。我先给你转三万，然后的话，剩下的货你到了以后我再挑一下，行吗？就这样。你要大气一点啦，我跟你说，我给你转三万，然后先这几条我先拿走十五条嘛，然后现在你帮我补货，但是必须要我的品质啊，你最好是再挑150条过来给我挑。我好友三万拿走，就拿走这一条吧。过去了啊，三万，就这样了。哎呀，姐妹们啊，这个母亲节呢，润子给你们挑了珍珠项链。先挑100条拿回去给你们放肉，因为他这边的话货不多啊，然后他还要从他瑞丽的货那边调过来，还有一些货在那边，先给你预付了3万。一定要品质在线哦。这个呢是妈妈链啊，姐姐们，品质的话是真的非常好，淡水的极工的品质 YYDS， 最近的颜色超好看，品质超级在线。喜欢的宝宝呢，可以在我的评论区里面告诉个认证。